女巫元素死。我想一下怎么点比较好，走比较顺，我有点忘了。六阶图是不是更不可能打？不太可能了，太低了，懒得管了。不知道可以把他们拿卖场店合在一起啊？是的。这样吗？觉得哪里怪怪的。这是要玩哪个流派？这个是火语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引导释放。差不多这样吧。差不多这样。Yes。你是不是新养了一只叫阿荣的狗？没有哎，什么蛙哥阿荣？点这边可以省一点，可是这个敏用不到，你要很多的智慧，所以会故意点很多很多的智慧点。其实也是可以这样啊，这边啊。这边是可以拿掉了。你如果想省点数的话，变了。我知道我按了。咦？我没有技能，为什么？代表你需要给我一分钟，我重开。对，需要重开。OK。易大师最后一集你笑不，最新一集你笑不出来，他没有一集我笑出来，我觉得好无聊哦。他只有第一集那个萨科买地壳比较好笑而已，就再也没有一个是能看的。那个不是第一集，那不是第一集，好，那只有那一集红了，这样可以吧？这样听起来岂不更难过？哦，好了，我上。好，我把这个贴给你。靠北，我自己贴还被 delete link。他妈的，我是台主啊！你 delete 个屁啊！你干！真是造反啊 ！What the fuck？ 你知道这就是人工智慧的厉害。我操哎！好好好好，我开 T O E 给你看。Oh my god！ 一永断了。他去重登吧。哦，没有，他刚不是说好了？
我今天超努力练功的，我要脱离八十七级。好，我练超快。不是个八七了吗？只是八十七级感觉不会打宝。我开给你们看，有没有跟我刚点的一样？啊，还有点这一圈啊，所以我还记得会走上面。我今天发生超多好事的。怎么样？然后我今天买了一个死亡大门鞋，然后我买的时候跟那个人买，他是未鉴定的，结果我去跟他交易的时候，他给我一双那个抗制品的，靠，然后我好开心，我就走了。我跟你们讲一下这个 build 的核心在哪里。这个你现在看最重要的是这个火之化身，火之化身跟火之化身一定要点，没火之化身玩不了这个 build。然后你看我点了很多的废点，例如说这些力量、力量、力量，跟这一排敏捷、敏捷、敏捷，全部都是垃圾，对不对？但其实他们没有这么烂。你要插这个宝石，这个把力量转智慧，这一颗也是把力量转智慧，这一颗是把敏捷转智慧。你把全部的冲击全部都转成智慧，你的智慧就会，你的智商就会非常高，来到了1361点。然后呢，我到一个室内地图，我到一个地图给你看。然后你看我的 ES 有10000 ES， 可是你自己看我的天赋里面，我这个 ES 的大点没有点，然后我这边的 ES 点也没有点，我也没有插转 ES 的那个 HP 转 ES 也没插。然后那个转的那个点数的能力还在，对不对？只是可以再额外获得。不是额外，是你的 HP 就变成护盾了。我的意思说，比如说你把视力转力量好，我的力量就不见了。转完那个就不见，那装备怎么穿啊？妈的！我有均衡护符啊，我这个项链加110106全属性啊。所以你让了一条项链。没有啊，这项链也不算让，因为这个项链对我来说就是 DPS 最高的项链啊，因为我的智慧给的 DPS 太多了。我举个例子给你们看哈，你看我现在这个戒指有42智慧，然后我现在1361嘛，我的 DPS 是4000，我看一下啊，4600好了，我这个是浮动值，4000，我这个戒指拿掉，掉200。我40点智慧就会掉200点 DPS， 对不对？听起来超超多的哦。没有，我的伤害是用叠的，不是一下，你懂吗？就是我可以放15个火雨在同一个位置，然后它每一个都会差200的话，它就会差到好几千，这样，而且是每一个 tick 差200，我那个是单下伤害，所以它会差很多很多。我的 DPS 最极限吧，我全身都禁止装的话，大概也才8000多而已。我这是智商很高的 build， 非常推荐每位智商低的朋友玩，玩了就会好棒棒。然后这样你的台就不会有人用这个 build 了。靠北，记得你的装备每一件都挑智商很高的。你看这个冰点低语就是核心啊，就是因为它这个杖加18点智慧啊，而且可以这个，我只要喷这个火柱就会下冰雨啊，重点就是要这个下冰雨而已啊。然后帽子戴这个、啊。这个会加15%智慧，然后项链加主要也是加智慧，两个戒指也都加智慧，鞋子也加智慧，手套也加智慧，腰带最好要加智慧，但是我还没买到，就全身都跟智慧有关系。当然，你的戒指可以换这一颗，如果你有钱的话，这颗加2%智慧，但是这个要绑传奇装。而且我的抗性不够，所以我才带三项。难怪你需要这样玩，靠背是这样吗？不用开张图哈。脆弱诅咒移动命中值闪避，好了，这张。看一下我联盟值有没有差。我现在碎盖囧了，你知道吗？碎盖囧，我打一张图给你们看。这啥联盟？这是不朽的、啊，最新联盟的。我已经快一个礼拜没有玩了。我这个最近很迷那个，最近很迷一个手游，都在玩那个《地下城物语》，所以都没有在玩。
我操！反伤吗？啊靠北！我没有开光环啊，干！我没有开光环，不会吸血啊！我讲的太开心了 ，My bad， 刚刚是错误示范，请大家没看当作没看到。这样就会吸血了嘛，真是的。这张图好痛，哇，他感电地板加脆弱诅咒，难怪那么痛。我记得广场的王很强，广场的王是那个女神像，对不对？我会被那个王强奸啊！这张图看起来很难打。都是那个太阳光球，不是不是，是那个伊泽洛身上背的那个，就是伊泽洛的技能，那个迷宫王那个技能。这鬼洗之拿这把烂剑会有人拿吗？不会啊，这把是前期偷荒在用呢、啊。那我这 build 很方便啊，我就这样扫过去，下个火就好了。87，干87，你才87，操！我刚刚在讲话，忘记开光环了，操！哦，好痛啊！真的，我会秒这么快？拿来打给你观众看。你说什么东西？我好像有张核心。我给你打给你观众。哦，进了进了。你是不是讲说没听到？我是核心啊。核心打啊打啊。还行吧，这个还好啦。而且我现在零趴、啊，没那怕的、啊。哦，原来是零趴、啊，我还以为不会死的。我还以为你要说那个我不会死啊。啊，无业。找一下，我看我可以。会不会被炸死？把这个小子打掉了，找不到。我看有流血，但被流血流死。他想那瓦玩他变成16阶。嗯。看我刚那个走位，正常人就死了。这张地图的词缀真的很痛。你看我把雨下在外面，他们就死了，把他们移出来。这个自爆鸟真的是很狗，所以隔山打牛。家里要被变掉哎、欸。没关系，做得好。笨哥，要笨的是你笨的吗？不是我笨的，对面笨的。哦，做得好。我好像不能玩，我有点怕。我可以玩啊。但我大师六分一，不好。我有带感电水吗？他的地板绿有够痛的、欸，脆弱哦有，我有带感电水。等一下我开一下我的那个滑鼠聚集，你看我这个聚集很厉害，我按一下三，我三瓶水会一起喝。这个就是这个最棒的聚集。一起喝有什么好处？我就不用一瓶一瓶按啊，我三瓶水一定要一起按的、啊。玩这个 build 的重点就是千万不能怂啊，绝对不后退啊！有裂痕哎、欸，好、啊，来玩一下裂痕。哇！哎、欸，夏乌拉碎片哎、欸，好爽啊！起飞啦！好赚啊！哦，干干干！
哇，没了。啊，也是蛮不错的。这夏乌拉碎片超赚，这超贵。我刚刚轮到我选了。邪鬼，我觉得最近要变邪鬼，邪鬼超靠背。邪鬼感觉这个出现率太高了，欸，有点太强了。这个项链你怎么感觉啊？它是不是热色？等一下，我们看一下，它看起来很像热色，但我不是那么的确定，蛮热色的。这种比较看不懂。嗯，怎么不控图？娘炮才控图啊！干，控图要干嘛？到底控图是什么？控图就是他那个只会掉好打的图哦。妈的废物！娘炮真的是，当然什么都打，啊，对不对？没在怕的哦。大不了死，大不了就死给他看嘛。我们又不是玩专家啊，对不对？别说这个了，就算你玩专家，我也不控制。大不了就不要打完，大不了就回家给你看嘛。我要找那个王，把王打一打，我要出去了。